我要去剪短头发了。来看，看我的头。哈喽大家，我现在在楼下等 Uber， 就是今天难得要进公司，因为晚上在 SF 有约，所以难得进公司。Hello， 大家早安。昨天我刚买的 Blue Bottle 的两个新的豆子到了，所以我今天想要用那个新的豆子来煮咖啡。我之前在喝的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八点钟咖啡，也是在 Amazon Fresh， 应该是 Amazon Fresh 买的。我觉得这一款的话就是喝热美是 OK， 但是我觉得拿铁就是加了牛奶它就没有这么香。但我不专业，不专业评比，我自己觉得。我买了这两个咖啡豆，来试哪一个？那视角怎么样 ？OK 吗？桌子很乱。这个，他负责那个小卡，这两个卡啊。我好像弄太细了。这个加牛奶就是跟我前一个那个豆子加牛奶差很多。今天是礼拜天嘛，然后跟大家说一个超级好消息，就是我下礼拜终于要去剪我的头发了。就我现在头发真的是长到我已经不想要好好整理它，然后如果就是照那个相机拿起来照，我就觉得哦，我看起来就是头发好长，感觉很没有精神。你看我现在头发，我穿黑色衣服，但是我现在头发还是超过整个荧幕，我现在头发是在这里这种长的部分。非常期待下一拜终于要去把头发剪短。今天早上非常非常想喝年糕汤，你知道那种韩式的年糕汤，太想喝了，我想说现在就去一下超市。
yet they continue to gain consideration.的那种就是猪跟鸡的干的酱，先吃半盒。我现在要来看这个影集，在 HBO Max 上，不知道好不好看。今天晚上要吃火锅，然后主要是想把冰箱很多一些料把它消耗掉，所以我来切。Then I remember a few of the stuff flying in my head.
我酱料好吃哦，你要沾一下吗？哇哦，猪肉很好吃。现在我们准备要来看一个影集，是 Netflix 的影集，叫 Ozark， 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影集。它是一个应该绝对是限制级的一个影集，然后就在讲那种洗钱黑帮那种比较至少我很难想象的世界的影集，我自己觉得蛮好看，就是节奏非常快，然后有时候看到会这样。一打开我的 Netflix 首页就是 Ozark， Ozark 超好看。Hello 大家，我现在刚下班哦，你们看不到我脸，我现在刚下班，然后我要去剪短头发了。然后因为我难得上去比较北边，然后我就订了一个蛋糕，一直想吃看蛋糕，然后我要先去那家蛋糕拿蛋糕，然后再去剪头发。我好紧张。到了，迫不及待回家，想要快点吃这个蛋糕。Oh my god！ 你们看我的头发，这样哇，我这样都撩不出来，就这么短哎！我的天哪，这样，你们看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在这里，你看看得到吗？这样这样这样，很长。明天或者后天我有时间的话，我就去系我的头发。OK， 我妈没接。Oh my god！ 你看我的头发好短哦，我感觉脖子都露出来好多。头发最后是剪这样，就是侧边就是很这样，整体真的很短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剪，就是这种会露出脖子的短发，这么短已经很久，应该可能国中以后之类就没有剪那么短，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大挑战。我刚刚打给杨妈，然后杨妈就赶快安慰我说很好很好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我觉得很好看。你知道妈妈都这样，很喜欢小孩就剪短头发，然后露出额头。现在是。已经是晚上快要七点了，然后所以我今天要来吃上次买的那个 light 版的那个辛拉面，好像就是说它的面不是油炸的，来面长得不一样哎，面体。
超级 Q 味。哇，我觉得汤喝起来完全没有不一样，然后面超级 Q， 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这个大碎碎怎么？哇哇，外面那个是，焦糖。哇，我感觉哈，非常的大块。哇，姜姜姜姜，它还有那个里面是草莓的。我买的这个是咖啡的，好吃哦。哦，但我真的不记得是不是那时候买的蛋糕，但是你要吃一口吗？Hello 大家，我等一下要去捐头发，这是我的头发，不长。记完了，1965, basically he's